一，非常感谢富邦人寿竹城通讯处的帮忙，在这两年呢，给了学校非常非常大的注意。那小邦这个专案呢，让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，在对外比赛的交通费，还有课业辅导的经费，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参与得到，让我们可以走得出去。我们实在非常感谢小邦专案的帮忙。在这一次活动里面，我们更是感动，我们看到了并不只是经费的艺术，而是真的有志工团体们带着我们孩子一起动手改变，一起动手改变这个环境，这个是一个有温度的传递，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，让孩子们感受到改变，而且是透过自己的双手而改变的。非常谢谢小邦专案。